我们现在开始开会，请议事人先读报告事项。报告事项，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，选举时间及地点表，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。二、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：一、叶宜京；二、李坤哲；三、刘兆豪；四、郑宝清；五、郑运鹏；六、萧美琴；七、陈欧珀；八、陈素月；九、赵正宇；十、林俊宪；十一陈雪生，十二简东明，十三郑天才，十四严宽恒，十五李红军。宣读完毕。我们现在进行选举事项，选举本会及本会召集委员，依召集委员选举办法规定，以无记名单计法进行投票选。现在请委员互推。我们截止日期是在今天中午十二点。如果提前投票完毕，那我们就提早开票。那么现在请委员互推发票员、唱票员跟计票员、监票员。来。好。是，请陈树叶来担任那个我们的唱票员兼计票员好吗？好，来，好，拜托你，好就好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请陈雪生担任发票员兼监票员，那么我们的陈树叶啊担任唱票员兼计票员，好。请监票员验票轨迹，连贴封条。请陈雪生委员。要连贴封条。那写真兄，来是不是连贴一下发票？好来，好看了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就可以开始投。好，好。您好，有事？好，接下来打开。我们现在开始投票，请委员 领票跟投票。我们请那个数位委员啊监票。那个唱他是最后再叫。哦，好。看票上来叫。好。来，你们现在投票。
好，我们全体委员已经投票完毕哈，现在开票进行唱票及计票，请工作人员协助。那么我们也请我们的数业委员啊负责监票。哎，宗教一二三，一二三都没跳尖呢。我们挺好的。好，来跟大家报告投票结果。报告选举结果，应到人数15人，实到人数15人，发出票数15张，有效票数15票，无效票0票，叶宜京委员5票，郑宝清委员5票，陈雪生委员5票，叶宜京委员、郑宝清委员、陈雪生委员得票数相同，依照我们的选举办法规定，以抽签方式决定，请委员上前抽签。那么本来是要抽顺序，那么因为经过协调啊，请陈雪生委员啊先行抽签。这三张拢未对的啊！那么，政委，我们这边好了，好了。
抽签啦、啊，本人放弃抽签。是。我边丢啊？两席都是一定是我们的啦，不会再抽了。对啊，他是招委，他有嫌带。一波丢，哦，沙欧波丢。你抽到没有当选的？是。他有抽到呢。哎、欸，他抽到了，一抽到沙欧呢？啊，一抽到沙欧呢？他抽到招了，招了，上面是雪，我们是放三个球，两个是招尾的签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您不抽的，就说您后续不抽签，直接好。那么我们我不抽签了哈。现在宣布抽签结果，由叶一京委员跟陈雪生委员当选本会籍的召集委员。恭喜两位哈，今日议程已完成，已进行完毕，现在散会。好，谢谢，好好好好，谢谢。